我们呢，中午吃饭的村就在长崎的中正路，这个是我们北干的行政中心啊。吃完饭以后呢，我们到机场那边上车。各位看一下，下方是不是棕红色的屋顶？有一辆黄色的车子，有没有？那个就是我们的北干机场。北干机场呢，是我们马祖第一个由军转营的，现在是大道机场。所以呢，再往左边看，左边半山腰峰山的一山中间是一个黄色。会像在哪？金山，因为呢，它可以草场之间的滩岸上面有种了很多的紫菜、金瓜。